我开始讲，必然可成。啊，必然可成啊，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条件啊。现在我也七十几岁啊，啊，快八十了，看到的人道来讲，其实都缺少教育。像我也给大众讲啊，人道的教育啊非常重要。像我们今天呢、啊，啊，不来贵宝地跟佛开示不同，啊，才知道这个给大众讲啊。教育很重要哦，像我们人道很冤枉在哪里？每个人生病啊，很冤枉了、啊，每个人不能做主啊，而且大部分的身体都给主灵都不在了，给这用走了啊，有的很小就被用走了啊，所以才知道说这个外来的啊，这个给大众讲外来的刺激呀、啊。啊，外来的欲望，外来的空虚啊，把我们人道给害了。啊，其实我们难题啊，找回自己容不容易？很容易，非常的容易。啊，主要也给大众讲啊，要听经啦、啊。假如你这不听经啊，这条路都很难走。像呢，很多人呢，他没有安全感。啊，他没有安全感，我也给大众讲，大部分把家里也抓得很紧。啊，不想你抓家人也没用，就好像我们的父母来讲，我以前看了很多，哎呦，夫妻很好，孩子长得也不错，啊，老婆癌症，啊，整个家就像关灯了，啊，这个孩子很好，啊，老公出问题了，啊，这个家里像关灯，所以啊，人啊从小看到他，人道不好，啊，人道不懂啊，就是没有佛法，也没有人教。啊，现在我也给大众讲啊，佛法很重要啊，非常的重要啊。像你看看父母啊，做了半死，养的孩子没用，啊，孩子忧郁躁郁一堆，很多。啊，所以在父母会看啊，要孩子要调。啊，孩子要快乐，啊，能找回自己的来，没有人懂啊。像我们今天不是在贵宝地，啊，佛开示，我们没办法见性的来，啊，所以也给大众讲，好像现在人是我努力之后，啊，却看不见努力的成果，啊，使得许多人对自己努力啊。感到疑惑，那这个给大众个性，就好像你们现在很多人啊，我也给大众讲啊，很多人呢 啊想要见性啊，你说见性的能力很容易，个性要改。像我们现在很多几个小孩子病很重的人啊，这病是怎么这么重？网路啊，网路进入空间了啊，他一进到佛堂他就呆了。而且不能做主，都一直进入空间。现在父母两三个带来这里再一病啊，才知道这事情很严重啊。下来都好，下来很能做事，啊，一上去呀、啊，佛堂就不行。那我也问过佛了，啊，为什么他们这个下来也很会做事，上去不行？啊，其实给大众讲，都不是主灵啊。那主灵卡不好抓，可以抓，可是问题抓来你还不会留住。就今天 啊我也给佛讲啊，像老师跟这居士来讲啊，好像是天方夜谭啊，老师能做主不做主啊，居士 啊不能做主。后来我今天跟居士的众人讲，现在社会啊非常的严重啊，尤其小孩子啊生出来白生了、啊，爱给小孩子非常的痛苦。你看父母很会做啊，啊，而且啊人海茫茫，啊都在抓人，啊你说抓人有没有没用的嘞？所以孩子们，啊努力有成啊，并非一朝一夕可见的啦。
啊啊，但是啊，这个如果啊，但如果没有努力啊，更无成果可言。那我也给大众讲，在我们贵宝地啊，啊，我给你们讲过了，我们身体也叫做科技的科技，就像我啦，啊，我快到50岁才学佛的嘞，啊，学佛以后，我把我的家产啊，啊，都来救人，救人怎么养人，给人家开悟，像我在做，没有人要做的嘞。啊，为什么没人做？没有人懂。啊，现在大部分人都看眼前呐、啊，他没有长远的看啊。啊，假如你有长远的看，我给大众讲，你就赚到了。啊，长远的看是怎么？我们身体是科技的科技。像你不要看啊，我在超度，我超度我不怕的嘞。像啊，一个30几年超度的，现在不是千百亿的千百亿千百亿千百亿，啊，1000个千百亿啊，10000个千百亿都可以的来。所以今天佛讲啊，啊，你超度太多，啊，破天荒的，啊，从来没有人这样超的来。啊，那为什么要这样超？像我们啊，给大众讲，不能救人啊，在世间也没用了、啊。啊，能够救多少算多少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啊，身体的啊，这个啊，这个肉体的受伤很简单的来。像我也给大众讲啊，啊，像这世界、啊、像相关大佛是没有了。啊，相关大佛是有阿弥陀佛，啊，还有观世音大势至，再来你看看。啊，祖师大德都在后面的来，都在帮助啊有缘众生能够开悟啊，所以要给大众讲啊，一定要知道人道要学佛啊，啊，学佛必然可成啊，啊，假如你今天不学佛啊，你就输掉了。所以许多时候啊，努力时啊，连自己啊都难以做主啊。假即时啊，疑惑得解，即时有限，啊，更难有见性之期。这句话怎么样？现在的一些小孩在讲，啊，像以前阿兵刚进来，哎，你啊，阿妈你怎么样，我才相信，啊，阿妈你怎么样，我才相信。我说我不是搞神通的，啊，我是一脚步一印的来，啊，不是，你现在要问我，马上搞神通给你，我不是的。啊，一脚不一印啊，找回自己的来。将来人体的可贵啊，要苏醒了。啊，其实人间呐、啊、非常短暂，你看30几年3天又过了。啊，速度很快，而且超度很多。啊，这个超度啊，也给大众讲，这不得了啊。啊，只要我抄了，火就接走。啊，一抄了，火就接走。像现在很多啊，在人体里面，他不给你化解，就像四众弟子，我抄很多的，他不化解。像今天出来，你看找我。啊，我也给四众弟子的众人讲，你找我没用了。啊，你在身体已经当很久了，当几世啊？啊，不，50、60、70、80几啊，20几世，不值得哦。啊，能够啊。往西方全家团聚，每个人都可以的嘞。啊，说人与人之间啊，互相信任啊，不是一时之间可及。啊，此为啊自我防备啊防备造成。像我们人道没有人教，自私。啊，想的就是自己了，很自私的，那是不对的。没有人懂得嘞，啊，所以啊，我给大众讲啊，你们要好好的听经啊，啊，听经啊，对你自己啊帮助是最大。
啊，为什么？知道自己要错误见解、错误行为，才能找回自己的。啊，说孩子们，发无心啊，故对呀、啊，大家所提问的问题、啊、没有大小。啊，所以只要能够啊这个解决，那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遇到了问题啊，针对问题啊，直接去。啊，这句话好像大家听不懂。像我们为什么叫你听经？啊，听经非常重要，改自己啊，不是改别人。我给大众讲要听哦。啊，我们俩能够改。啊，净化像我们学净土。给大众讲啊，这个净土法门呢、啊，啊，没有心呢、啊，啊，我讲没有心，很多人也做不到啊，就好像说，不管人家讲好，啊，人家讲坏，啊，你都看好，像我们现在在教学啊，也给大众讲，都看好的来，像我们现在无量寿经讲，出生众生根，很多人听不懂。啊，像我们现在人道很可怜，已经知识惯了，不懂了，没有人懂得嘞。啊，知识了，你的病就好不了哦。不要知识，找回自己啊，对自己啊帮助是最大。为什么？你不知识帮助人。啊，像我们呢、啊，相关大佛师给大众讲，不管啊。比丘，你施众地都要开悟。啊，开悟的好处呢，接引众生，能接引的啦。啊，你假如有本事啊，帮助人开悟，那我给大众讲啊，啊，你的业就放了。像我们现在看我活了阿弥陀佛，法界众生不得了。一直抄，一直抄。像我现在给这个大众的冤亲债主讲，啊，包括这银河系啦、宇宙啦、地球的冤亲债，其实人道当鬼是幽灵啊，也没有路，啊，来到我们这里才有路。啊，你在他身体，他是一个空间的。现在我发现我的眼睛空间很大，我才知道这事情很严重，一个宇宙我都有。啊，才知道我们的空间，啊，不得了啊！啊，说不是啊，回避问题、分别问题，而在产生其他问题，在这些问题好像大家听不懂，就好像你不去面对，啊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。像我们呢、啊，在相关大佛寺啊，我们希望比丘尼施众的宇宙准则很重要。啊，问题的大小对于有心者而言，因心而别而有大小，啊，重不重要的分别，啊，是烦恼痛苦另一种的来源，啊，其实人要不要烦恼痛苦？没有，像你现在看到人家死掉，啊，肉体死掉灵出来，啊，假如说你肉体所做的灵出来还是一样的，很可怜的来。没有人懂得嘞，啊，问题的大小对于心者而言呢、啊，因心而别，而有大小，重不重要分别，啊，是烦恼痛苦另一种来源，所以给大众讲啊，啊，人呐、啊、要听经，啊，听经知道我来人道时间很短。啊，我在人家时间很短，我也不想生病，啊，也不想老，都可以的来。像我自从学佛，我就不老了，啊，都是为众。你看这个头啊，为了众生呢、啊，啊，这个为了求雨啊，
啊，冤魂乱动就在我头啊啃啊，啊流汤啊从今啊长头发出来的来，付出的代价很值钱呐、啊。现在老人来在长头发，啊都在掉头发的来，像细胞都老了，啊哪有长像我的密密麻麻的来。啊，给大众讲啊，跟着佛啊要做，啊，把自私拿掉，你越有自私，你的病好不了啊。啊，所以啊，啊，是烦恼痛苦的一种来源，因心而别而有大小，啊，重不重要的分别。啊，问题大小对于心者而言呢、啊，不是回避问题。分别问题而再产生其他问题，没有人懂得嘞。啊，所以请问呢，啊，将问题解开，避免因问题大小，啊，这个轻重等分别，让心起另一种烦恼。像我们给大众讲，千万不要有烦恼。啊，对，啊，免呢，就慢慢消磨，气体出体啊。啊、哦、啊！我也给大众讲要听啊，像你们不来，我们相关大佛师不懂啊，来相关大师，你不跟一体啊，你待不住的啦。啊，你很自私啊，你会生病的啦。像我们这里都是一体观的嘞，啊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。啊，为什么能救人呐、啊？能帮助人。啊，所以孩子们，啊，佛无心，故对呀，大家所提问题没有大小，啊，这句话怎么讲？就好像你造了很大的业，啊，佛也希望你改。像我们现在要去自救了，啊，没有谁救谁，就是要自己救自己啊，啊，自救很重要啊，啊，怎么自救呢？改喽。没路了，佛法很棒的嘞！啊，遇到问题要针对问题直直解决，就要在改，就改自己身。像我们现在很多人要进来我们这里修行啊，啊，在我们修行简单就是拜佛，啊，拜佛念佛。啊，找回自己本来啊，啊，不是回避问题、分别问题，而在产生其他问题，问题大小，啊，对有心者而言，因心而别啊，而有大小，重不重要分别，是烦恼痛苦另一个来源。这句话好像大家，像我们现在一定要啊无中生有，比如一件事情很简单，啊，我们一定要抓到啊，你一定要。啊，怎么样才行？那我告诉你，不能坚信。我现在看到人道很多的嘞，啊，累不累？累死人啦！这个啊，做人不能这样的嘞。现在我们这里，我们都看好，我们不看坏。啊，不管大小小孩都一样，能看好的嘞。啊，主要找回自己啊。啊，像我们现在心不能动了，像我们啊，心来想生意欲都动，思维又动，啊，要来我们这里静心，不能静心哦。我给大众讲又听哦，啊，来了我们这里啊，给大众讲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啊，做无做无做无做，净化自己啊，来静心很容易的。啊，故有参禅啊，解决不了问题，无心啊，参禅可以令问题自然得解。啊，这个无心就是不计较，这样讲大家比较听得懂。啊，不管什么事情都不计较。啊，吃亏也好。啊，像我也给他，千万不要占人家便宜的来。
啊，占到便宜你就输掉了，没有人懂的嘞。啊，所以啊，对解众生苦啊，对众生有帮助的事，直直做去，不求回报。善良无量寿经，你好好的念，每一段他都在教你。啊，假如你能够学到，你就不得了了。像我们现在啊，人道有没有问题，要看你啦。啊，你心越清凉，那个大法子就没问题。啊，假如说你心呢、啊，给大众讲，很自私，我这样讲的，大家讲的比较好听的、啊。啊，其实很多人讲我哪有自私，啊，我保护我有错吗？你保护自己呀、啊，你不能坚信的啦。啊，一定要直直做去啊，不求回报。啊，而且啊，这个服务大众，起反省心。像你看看我今天啊，带众生苦，我一点都不苦的。像我昨天超度下来，我看到眼睛，我就知道我超度很多，我心很平安。我说我很值钱的、啊，结果今天早上问了佛讲说。不得了啊！超度的非常多，啊，给众生离苦得乐啊，不得了啊！啊，服务大众啊，起凡子心之心，啊，直直作去，不求回报，啊，与相关与弥陀老师啊，是我教导做法。啊，精进不懈，改过不断的前进，啊，听话改过，直直做去，依佛得解。像我们现在要不要依佛？不用了。啊，像呢，给大众讲，你们的五贵宝地就赚到了。你看现在哪有佛？哪个佛是有佛？没有的嘞。啊，自己努力啊，啊，这个自己是否努力，啊，也跟大众讲，像我们啊，在我们贵宝地，努力不能骗人的啦。啊，这个努力我给大众讲，真心很重要。就像我在相关大佛寺，啊，你跟佛一体，你绝对可以坚信的来。啊，你说跟佛一体能不能？很容易。非常容易的啦，啊！你看佛，你看就这么多人，像我们今天没有相关大佛寺，这世界没有那么简单的啦。而且大家都在放化空间，现在空间打开很多了，不是佛下来我们没办法。啊，叫恶力嘛，恶力就是我们比丘、比丘尼还是释众自己的发心、发愿、突破。啊，你越突破越突破，为什么？越突破越突破，救众生，能救一个算一个。我觉得很值钱的、啊，就像啊，相关大佛寺啊，没有相关大佛寺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澳洲不可能下雨的啦。像两年你也看见，像我的头皮被它咬了伤，像法力者讲说啊，你的头部要不要紧？我说不要紧。像我给大众讲啊，你们现在在听经的人知道，世界没有路了，大部分人都是醉生梦死，也不懂。啊，你看都是为了这身体啊不好。我给大众讲要听。啊，像我们啊给大众讲啊，这身体啊我也给讲过了，就像找回自己像我啦。像我在超度啊，你是看不见的。为什么我要叫他今天访问是在这次超啊？我在这个法会的超度的啊，现场现卖的来啊，集体抓这个真理啦。像啊，老子讲啊，我有身啊是大方，
身体给大众讲，以前老子讲这句话我还听不懂，我现在听懂，护体太弱啦。啊，人啊，也有烦恼啊，你看样子就变了。那要不要烦恼？不要。我给大众讲，人体是科技的科技，千万不要为这身体付出代价太大，划不来的来。而且给大众讲啊，这身体啊，你只要净化都没事，你就赚到了啊！带动真股超这么多，很值钱的啦。现在活在讲千百亿、千百亿的千百亿耶，啊，是谁有办法？不是佛力也没有办法的。所以我们今天不学佛来讲，啊，身体啊，真的要为重。啊，学了法身，啊，学着身体科技的科技，可以的来。啊，所以啊，努力有成啊，但如果没有努力，更无可成果可言。很重要的嘞。像这么好的啊，这个教育啊，我们能够翻页的啊，要翻页能不能容易？主要是在听话了啊，你听话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。每个人都可以啊，像我们今天啊，战战兢兢啊，希望比丘、比丘尼、阿斯众弟子能悟出。啊，这悟出好不好？悟好悟。像看看这个带不走的小细节，就不要去理他了。我给大众讲要听悟。啊，这个小细节啊。啊，大耳法师就好像昨天发生什么事，好也好不好，不要了。啊，你要来见心啊，就很快了。啊，像我们的身体啊，最怕附体。啊，那现在附体特别多。那为什么附体这么多？我也给大众讲，你们要听啊，思维，没有人懂得嘞。啊，许多时候而努力时啊，连自己都难以做主。啊，即使疑惑得解，也是有限。现在我也给大众，最怕疑惑。就像阿明来讲，啊，关通明他就是疑惑了，什么都疑。啊，你要看到在这里啊，你看都进入空间的嘞。而且个性都不改。很严重的嘞，像我们今天来跟着佛，佛讲什么我们就做什么，都有救的嘞，不是自己主观很强啊，啊，不是你书读的多没用的嘞，像我们啊在这里啊，给三年就能见性了，看你要不要见性。啊，不能见性你就太可惜了。来到这么好的地方，像我们现在啊，为什么要啊这个啊一千个比丘一个比丘尼？而且我们这里啊，以后是给大众讲啊，重重无尽的来啊，这个人家要来啊，这个我们这个香闻大法师啊，我也给大众讲啊。啊，我们的相关大菩萨叫做身心疗法，啊，他不用吃药的，不管你癌症呢、啊、还是什么都好，只要众生请出来就可以。我给大众讲要听，啊，可是你假如不改，不要来，个性不改，没有办法医的啦。
就好像你现在还在嘴巴不讲话啊，心有心机你就输了。你不能见性的嘞。啊，像我们现在啊，主要是你对这本《无量寿经》啊，你看到这第二品呢，你们要看到这第二品啊，有一段叫做“降伏魔怨的微妙法”啊，那个魔怨就是自己个性啊，魔性啊。假如你能够啊，照《无量寿经》啊。啊，一句一句去改，要进去就很容易。你看，降伏魔怨的微妙法，沉醉正觉，啊，对自己帮助很大。而且你看看啊，勤转法轮，参与法印追思时间，我把大概挑起来给大众讲，这是啊佛在啊这个啊天人啊邀请啊。啊，释迦牟尼佛，啊，这个天人归阳清转法轮。那现在我也给讲白给大众听，只有佛人降伏魔怨，啊，帮助我们，而且叫我们要洗足垢污，显明清白，而且自己要调自己的，啊，调众生，我们身体很多众生，用这个心来调，啊，调众生宣妙理，足功德四五停。啊，以诸法要救的生苦，像我们现在身心疗法就是这样的。啊，像我们的比丘、比丘尼，啊，要调为啊，啊，受皮的做阿舍利的来。啊，阿舍利啊，很多人啊听不懂，阿舍利叫清教师啊，而且知道你什么病啊，他完全了如如掌，那是佛法了。啊，每一段呢、啊，你也给他看啊，通诸法性达众生相，啊，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，你啊开导群生呢、啊，对你自己啊帮助很大的嘞。像我们人道没有路啊，你不来学我没有路的，我也给总理啊这个，像我也邀请中国总理的习近平，我们不是宗教，我们是教育。啊，我们要求啊，这个澳洲的总理，啊，我们都是教育，像我看到澳洲，哎呦，每个人都等死啊，像我们不等死的，我们没有死，啊，也不病，也不会老，像那有七八十岁的人啊，三长法会做的身体还个性啊，这个身体这么好，没有的嘞。你看老人，你看就是软趴趴，你也看到了，没那么简单哦。啊，这个是学佛的能量啊！啊，你假如能够学佛，真的改，啊，对自己啊帮助很大。啊，所以啊，给大众讲啊，啊，察心常啊，地住度世之道，这个很重要。啊，一切万物随意自在，啊，唯诸数列作不请之有，这就是我们在超度了。现在我在超度中，唯给大众讲啊，唯诸数列作不请之有，都一直在超度的。像我在超度十法界一到二十八中天四圣法界，啊宇宙银河系地球，都在超度的来。所以给大众讲啊，佛法很浩瀚啊，教你一生本事找回自己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啊。所以也给大众，人与人之间呢、啊，啊，给大众讲啊，一定要相信，不管他骗我也好，啊，他占我便宜也好，我们都看好啊，不要讲说他占我便宜，你看不好你就输了。
像我们现在啊，要解决这里的问题啊，啊，要解决问题在哪里？个性。像你这几个小孩都是个性害的来。啊，你看这么聪明都在空间，很可怜的来。而且一个问题啊，不认输啦，很严重的来。啊，像我们为这个身体不认输，你说值钱吗？不值钱。啊，说问的啊，遇到问题，针对问题直直解去，啊，不是回避问题，啊，不去面对啦。在人之间好不好相处，要看你啦。啊，在我们这都看，我们不看坏。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，像现在啊，人道解不了，解决不了事情，来问佛可以解决的。啊，所以啊，让兴起一种烦恼，啊，那这事情可严重。很严重的嘞，像我们现在学佛给大众讲，心不能动。啊，你心一动啊，就输掉了。心不能动的嘞，啊，所以给大众讲要听哦。像我们今天呢、啊。在我们相关大佛寺，我也给大众啊讲啊，像这个人道啊，很可悲，没有教育。哇，我现在看到小孩子玩这个电脑、这手机呀、啊，可以讲呢，有的祖魂都不在了，像三魂七魄不在，那个身体就完全给人家做主啊。所以我们啊，要救救下一代。啊，像我们这个相关道积极啊，我为什么超度要超这么多？没人超度啊！啊，只要有我就一直装，就一直超。啊，这个一定要大力的，不然啊，给大众讲，你们要翻也不可能的啦。你没有大力，佛也不会在这里啦。所以一个三十七年啊，你看今天。抄的无量无边来，速度非常快的，像一个抄一个啊，这个大地来讲无量无边的，啊，空间也无量无边。那我讲空间，大家可能听不懂，就是你们啊，现在人道来讲，很喜欢放话进空间啊，不管是我们身份的、啊，有时候啊，祖魂是。痴呆症啊，那个祖魂都不在了，啊，大部分祖魂人被锁起来，身体给人家用走啊。现在很多，这不是佛打开，我们也不懂。像我们现在身体啊比较会计较，啊，大部分都不是自己。像我知道。你们身体随在身上，像我也给大众讲啊，你们要听经啊，啊，听经以后啊，众生比较会给你化解的。啊，假如你不听经，他众生不会给你化解的。啊，听经啊，你听不进去，众生听进去，他就给你化解的来。啊，说将问题解决啊，避免啊，因问题大小。轻重等分别，啊，让心另一种的烦恼不值钱。像我们身体呀、啊，最好不要有烦恼。像来我们这里呀、啊，给大众讲啊，主要是修自己的德啦。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。像我们呢、啊，越无心越好。
做无做无做做啊，人家不喜欢做不来做，对你自己帮助见性很容易带来啊。现在我也给大众讲，问题都出在自己，没有出在别地方，没人懂。啊，那现在听经了，要改。啊，不然你学佛干什么？就是改呀。啊，把心啊放在众生身上，不要放在自己身上，对你自己帮助很大的嘞。像我抄这么多，只有严金红啊，很值钱的啦。因为我看到的，他就进来了，啊，不然怎么能够抄这么多？像今天排位很多的，无计数无计数的，啊，给人家脱苦了，脱胎换骨了。像我啊，也给大众讲啊，啊，在我们相关大佛寺啊，啊，人与人之间呢、啊。就是一家人啊，人家把你看作一家人，你当作你是你，那你就输掉了，很不值钱的来啊。所以给大众讲啊，啊，自己呀、啊、要听经，问题啊自己解决啊，努力的找回自己。很棒的嘞，啊，像这一天呢、啊，啊，一直做，把自己忘掉，能救多少？像这些空间密密麻麻的嘞，这不是活下来没人救，啊，大部分都在黑暗之中，那为什么在黑暗？其实都是没人教了。现在给大众讲，现在有佛法，像相关大佛寺啊、活开示老师开示，希望能够啊啊的电视可以上去给大众讲，都有救的。假如有本事啊啊，叫了记者有生病来我们这里医，啊，给这记者、啊、也可以知道说，哦，原来都不是吃药，我们这里不用吃药的。对自己帮助很大、哦、啊，希望啊比丘比丘尼都能学着功夫，像你们来我们这里啊，一定要学慈悲啊，给大众讲要听啊。假如说你不改的话，你的病不能好的嘞。像你们现在很多人要来医病啊，我也给大众讲要听哦，啊，不要很自私啊，啊，支持你就回家了，我们这里不留人。哎、啊，支持你不能见性，病也不能好。啊，只有不自私啊，才能找回自己来。啊，我给大众讲要听哦。啊，站在我们这里啊，要开心，要欢喜。啊，佛的教育。啊，来到我们这里，啊，还有烦恼，你很不知足，啊，对你自己伤害很大的嘞，啊，所以给大众讲啊，知之作去，不求回报，找回自己的嘞，不然给大众讲，你看现在人到哪个人做主啊？你到医院去看就好了。啊，医院人是没有福报才去医院的来，有福报给佛医，啊，又不用吃药，啊，现在啊，我也给大众讲，我的法身呢、啊，就在地球绕，那说啊，大家要苏醒啊，佛就在相关大佛寺啊，啊，赶快来找佛啊，你的问题都能解决的来。
都可以的来。像我们能苦不苦？不苦。啊，对呀、啊，众生苦对众生有帮助。啊，所以问题呀、啊，也都出在自己。所以知止作趣，不求回报。像我们香闻大博士不得了啊，每个人发心啊，啊，加入弥陀救世团队。啊，服务大众啊，生欢喜心哦，知止作趣，不求回馈哦。像我们在这里啊，啊，栽培人才，我们不在你身上得到什么？啊，我们在你身上给大众讲啊，啊，你能找回自己，啊，你不老不病不死，我恭喜你哦。你这条命啊，自己个性改给救了，我们不求回报的嘞。像我们在相关的，主要是听佛开始，啊，佛的教导，啊，听老师像林居老师的教导，很重要的嘞。啊，我们要不要自私的人？我们要为大众，完全为大众服务的。啊，一直精进。啊，精进主要给大众讲叫改个性的，啊，你个性越改越改，见性很容易的啦。假如你个性不改，很难哦。啊，所以我们昨天啊签完那个啊周志良居士去西方，啊是孙立平的舅舅，他说立平啊。托你福，舅舅已到西方，啊，来世间这一回没做什么好事啊，也不懂得学佛，生命结束才知道后悔，但一切都已经来不及，我不断哭喊，没有人可以救我，等到继续轮回，啊，等着继续轮回，啊，真的很辛苦，啊，眼前没有任何的光或希望，我在痛苦中不停的受苦。直到眼前出一道金光，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，啊，周志良，我才得救。啊，我不晓得啊，是谁叫我，啊，又是谁救我？我灵魂痛苦中被啊抽离，啊，真的就像抽离一样，一瞬间离开那空间，去到一个非常明亮、宁静、祥和世界。但我还不知道那是哪里。我坐在一朵莲花上，莲花还不停放出清香味，那股清香让我心越来越平静，好像在这里一刻啊，这一刻之前的所受的苦，全都像做梦一样，啊，觉得不可思议。后来得知是师父救了我，跪地感恩师父大慈大悲，并开始听师父讲经，才听第一次。我忍不住哭了，丽萍啊，我是舅舅，从舅舅死后到被救起之前，舅舅真的很受苦。这段受苦的经历呢，让舅舅更懂得珍惜师父这里所讲的经啊，帮助舅舅清醒，更看清楚轮回是怎么回事。我知道身体的病症一直都在折磨你，啊，我知道身体病症一直在折磨你。就是希望你能够清醒，啊，清醒！人这个身体只是一口气啊，啊，这个不上来就结束，好比要让这个世间呐、啊，啊，纠缠你，不如将经放下，好好念佛，将来一同回来西方享乐。这里真的很好啊，周志良，啊，刚刚那个啊，超度到西方的周志良，其实现在我也给大众讲啊。灵没有去处的啦，啊，灵啊，有的在空间，大部分空间很多，啊，大地也很多，像你看云端空间有多少？你不要看一段一朵一朵大大的云，那众生很多的嘞，
啊，你们是眼睛看不见了、啊，不然我放大给你看。啊，每个人大小小孩，啊，老了年轻的都有啊。没人懂啊。啊，说经济不断的改过啊，不断的前进，听话改过，直直作序，以货得行。像我们现在给大众讲，你都不能做主，像我给阿兵讲，你都不能做主，你移什么移啊？啊，你说你是一个很精明的人，你移我才有用啊！讲话都不听的嘞。下来我们跪的不，你讲话不听啊，啊，你不能救了。啊，都不能做主，还不听佛的话，那你怎么能救自己啊？像我也给大众讲，你们来我们这里医病啊，我们非常欢迎。啊，讲你个性不改，你千万不要来，我们不欢迎你来，因为你个性不改，根本就不能够解决问题啊。啊，不是你的主观，你的观念，啊，你的想法，你的看法，你一定要这样做，在家了。来到我们这里啊，完全要改变，啊，救谁救你啊？像我们呢，很辛苦的做法会，超度众生，积功累德啊，给相关单位更光明，都在积功累德的来，啊，给更多人有救，像我们给这个地球，我们就有，啊，谁救你？当然是我活了，阿弥陀佛了，都能救得来。啊，说实力一到，宝光得现哦，照耀无限。啊，听话改过，直直作去。啊，依佛得解，经济不懈改过，不断的前进。啊，这个以相关佛的开示，然后跟大家一较风趣。像我们来这里啊，你要只要有个性的，不能见性。像这才二十几岁，哎呦，三十几岁都不能改的嘞，很严重的嘞。啊，对自己伤害很大的嘞。啊，像我们也给大众，主要改变了自己的固执啦。啊，你固执不改变，你不能见性的来。啊，就好像固执，我想我念，啊，此非为真合啊，给大众讲，假如说你今天呢、啊、固执我想我念，啊，你要跟人家相处很难的来。啊。但是改变无要自恋依附，像我们今天也给大众讲，啊，每个人都个体，啊，你知道珍惜你就赚到了，啊，你不珍惜你就输掉了。啊，正直心念呐、啊，无自我私啊，对自己帮助是最大的了。循为自心呢、啊，必然可成。像我们现在给大众讲，来我们这里修行就是要见性的、啊，能做主了、啊。假如你来我们这里个性都不改，啊，我劝你回家，你没有意义的啦。在我们这里见性能不能很容易。啊，只要自己有自己的观念，我们这里不准他来。像啊，啊，每天有佛开示，老师开示，啊，主要都是要见性啦。像我们也给大众，啊，心要大，来到我们贵宝地啊，啊，心越来越大。
啊，那我恭喜你啊，你在进步。来这里啊，心不大，你就输掉了。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很执着，那执着对你有没有好处？没好处。对自己伤害很大的嘞。啊，所以要给大众讲啊，我们今天呢、啊，啊，来到贵宝地，从小父母也没教了，你看现在孩子个性，你看父母辛苦了，都孩子都不行了，你看到了。养得这么辛苦，啊，样子都变了，外面太多了，啊，所以这教育啊是非常重要的嘞，啊，什么你都要看好，找回自己的来，啊，对自己呀、啊，给大众讲啊，啊，能够帮助家人破迷开悟。像我们相关大佛是叫做起底拜佛了，啊，这个起底拜佛给大众讲啊，啊，主要啊要一致，心要一致，每句佛号就好像老师在讲说，啊，周是晚间拜佛日，相关住持啊具佛前。啊，佛子虽未得见佛，希望诸众见佛名。阿弥陀佛与众前巨大巍巍啊，护诸子。啊，佛光聚集啊，诸子身，身中圆群同所依。像啊，我也给大众讲啊，像现在我在访问呢、啊，也在请众那个居士的身上，他是很厉害的嘞。而且他三文都被踢走了，啊，主文都不能做主，主文锁住，啊，都是众生做主。你说人道有这个性怎么好啊？像我现在给大家讲，像我们人道来讲啊，你千万不要自私哦，啊，不是为这个身体在佛，啊，这身体要去做事，就为什么我们要拜佛？啊，这拜佛也给大众讲啊，这个就是找回自己。啊，越拜啊，啊，这心越平。啊，心平啊，带动你的细胞。像我给大众讲，众生在哪里？就在你身上。很多的嘞，像现在你看看，苏师姐活在啊，在邀请中。啊。无量无边啊，请不完的来。像现在呢，某种来讲很嚣张啊。啊，你看在银河系的某种来讲，都是抢人家的地球的来。像你看那星球有多少，很可怕的嘞。像不学佛来讲啊。啊，学佛知道自己是错误见解、错修，啊，彻底的改。啊，主要发现你不生病了，身体不会生病的嘞。啊，假如你今天不改啊，啊，身体苏醒啊，啊，你的身体就出问题了。所以在我们相关大佛寺啊。集体的拜佛，啊，佛光聚集，佛子身的身中圆群同受益。啊，他看到光，他不跟你了，谁要跟你啊？现在我们才知道，我们身体，哎呦，宇宙的，山河大地都有的。啊，来到贵宝地啊，听经很重要啊！啊，所以啊，给大众讲，我们身体啊，
往昔啊，冤亲结仇苦啊，如今佛前佛光临，啊，罪障啊，福地入光中，叫他讲，我不讨债了，我要走了。所以拜佛重不重要？拜佛很重要的嘞。啊，放于眼前啊，去无踪啊，啊，这个啊，为什么要拜佛？啊，为什么要念佛？啊，其实大家不知道吧？啊，你会念佛拜佛，给大众讲，消业障啊。而且呢，重点出来。啊，我们身体能灵敏觉知的，啊，像我们的身体来讲啊，给大众讲，啊，很严重的问题啊，啊，养成不好的习惯，啊，养成不好的习惯，我也给大众讲啊，你的业障不能消的来。下你们来我们贵宝队呀、啊！啊，我们教你今天主要养心养性啊。啊，养心养性啊，心量大，能够帮助人。像团体拜佛啊，要一致的来，而、啊、不是你拜高低啊，拜高拜低。啊，我今天不行，我一定要正拜。那我告诉你，不能改，你不能往生。啊，这堂主要顾好的来，就在这里呀、啊。啊，团拜是为精进时，啊，就去参加不可免。啊，除非只是已进房，担保我啊此时关。像我们现在，你看才几岁啊？哎呦，时间不会珍贵的嘞，不懂啊。像我们也给大众讲，修行了、啊，看你的脸相就知道了。啊，你的拜得好。画像好，一下来看着就知道啊！啊，没有念头，越一直拜一直拜，啊，眼神柔和，啊，在眼神不柔和也不是拜佛。啊，无杂无染啊，心地清净，而且给大众讲啊，时间有限的。啊，能拜五拜五拜五拜、啊、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像我们今天啊，啊，在相问到齐体的拜佛，啊，为什么要齐体？要一致，就好像我们现在来学佛，念头跟佛一致。啊，佛是在做什么？我们做什么？这是佛法了。啊，假如我们今天呢，还有自己的观念，啊，自己的想法，你就拜白拜了。像我给全世界人讲，大家要听啊，只要你很自私啊，你想要见性不可能的啦。我给大众讲要听我，啊，不可能见性的啦！啊，像我们现在啊，怎么叫做学佛？
降伏魔怨啊，破自己啊。啊，你越没有自己，越没有自己，越进化，我给大家建议都非常容易。啊，假如给大众讲啊，啊，你自私啊，我给大众讲，现在你看外面自私的人，啊，哪个不生病？不懂啊，啊，所以啊，给大众讲哦，拜佛很重要的，像现在的人呐、啊。很忙的嘞，啊！你要叫他学佛，没时间学佛；叫他拜佛，没时间拜佛。其实啊，他一口气不来就走了。啊，人生很无常的嘞，人生非常无常啊。像我们现在啊，这个很多人生病，你看医院忙忙的。像学佛不走这条路的来，不看医生的来，也不吃药的来，都要请众了。啊，假如你不改，我们也不给你请众。啊，请了没用，请了又来，请了又来。就好像今天居士来讲，啊，我跟他众生讲，哪个众生出来讲话？啊，他就讲，啊，我是头部众生啊。啊，头部也不是我一个人出啊主意的，你看头部有这么多众生在做主，你看，啊啊，他讲的心来讲说啊，心也是啊，又不是我一个做主，很多人都进来，你要听到这个，你才知道说哇，真自私啊，就把自己给害死，哎、啊、呀，像我现在给众生讲，你看你折磨他的身体。啊，叫他洗肾，啊，还是叫他啊脚不能走，啊，叫他五脏六腑不能。那我告诉你啊，是身体报仇。像我一个啊，这个在附体的身上的众生讲，啊，你们一定要清醒。像我现在叫做居士众生在听啊，啊，你的身体也听得见。啊，所以面对自己对方呢。很重要的嘞，啊啊，修行啊，个人始终我这样话，结果你也行过，我你过只水啊，上过只水，你讲有理无？从我三三叫我来过只水里块，没有好故事有，差价这样。啊，所以面对自己对方修行个人事啊，我不干扰啊，障碍对方啊，但不论对方如何对我啊，能够以慈悲包容心量智慧待之，这个叫做学佛啦。啊，我们为什么要给你团体拜佛啊？看你们能够一心呢、啊。而且你啊，心也放下，人也庄严。啊，真心拜佛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。礼佛拜佛消业障，是为净化之良方。像我们现在给大众讲，其实呢、啊，现在六字我们南无阿弥陀很棒，没有人念得住啊。啊，你只要念得住就不得了了。啊，假如你念得住啊，还能摄心。啊，你来翻页不好，很好翻页，非常好翻页的嘞。啊，可是我们现在心不够诚呐、啊，像啊念这句南无阿弥陀，心要诚很重要。啊，什么叫诚？没自己，很多人做不到。啊，能够做无做无做做做做做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。啊，像我知道啊，从学佛我就知道，我一定要突破。
啊，我不突破不行，哎呀，都要突破的嘞。现在佛啊，啊，给大众讲，像我给比丘、比丘尼啊、师众，你们要突破，佛做你靠山，只要你为众，佛都帮你。而且你能够把业给翻了。假如说你自己啊，还是不敢突破，你对佛没信心。像我给比丘、比丘尼讲，是真的啦。很重要的嘞，啊，面对自己呀、啊，很重要。那我给他面对自己，我给他替人想啦、啊，啊，我们什么事替人想，啊，像我们呢，啊，人道不懂，啊，人家讲的给人家一个晚上睡不着，我们都有罪的嘞。啊，不是你的伶牙俐嘴呀、啊、不好。像佛法的教育啊，它是真理呀、啊。啊，能够做无做无做做做做做做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。像我们修行啊，是个人的事啊，啊，都是个体的嘞。就好像好了，我父母生了我，啊，假如我们今天呢、啊，啊，父母生病，你能帮助的不行。像以前呢，我看我妈妈，啊，疼了，我就跪在她床前，啊，就给她冤亲债主，假如我们有在超度，啊，我们就在实地啊，你来了，哎呦，我有讲给你们听，哎呦，一个高速公路的嘞，我看到，哎呦，怎么这么多重灵？满满的众灵哎，看到一个高速公路，我还跟了一个阿头啊啊，短短的讲，也是我妈的冤亲债主，那以前欠人家这么多，啊，像我现在啊也在抄啊，像我们今天的不超度你不能翻页的，你用什么翻页？没办法。啊，所以啊，修行是个人事啊，啊，我不干扰障碍对方，但不论对方如何对我，我能够以慈悲包容心量智慧待之，因为我们是学佛人。啊，人家很多人讲哦，学佛都应该吃亏哦，啊，你吃亏就赚到。所以啊，啊，便能够化解许多问题，但往往因为业力之牵引，使得孩子慈悲不足。啊，就像我今天讲那个居士来讲，啊，其实他很慈悲的嘞。现在啊，不是来我们贵宝地，也不懂得我们身体给人家用处，而且众生都做主，像我们都在请众啊。很重要的，啊，主要也是个性要改了。完全都不能做主的嘞。像我们现在啊，不想生病，你看很多人生病，可以不生病的啦。啊，像现在附体这么多，不来我们贵宝地也不懂了。那附体啊这么多，从哪里？思维来的，心动来的，啊，自私来的，我知我见来的，没人懂。很严重的啦。啊，像我们也给大众讲啊，啊，今天修行来讲，主要在慈悲了，啊，相从心转，啊，你越慈悲啊，越慈悲啊，心啊，啊，真心的改，我大概有两个人，
啊，真心的改，找回自己来。像我的灵敏度很好，还没有靠近，我就知道有人进来了。像护法神多不多？这么多还挡不住啊！你才知道是重力有多少。像我给大众讲，最好不要欠人呐、啊。啊，欠人呢、啊，对自己呀、啊、伤害最大。没有人懂。啊，所以啊，使得孩子的慈悲不足啊，但往往因为业力的牵引，就是你不能做主啊。像我也给全天下人讲啊，个性要改哦。啊，你个性啊不改啊，众生照你个性在里面，他出不来的啦。啊，越自私啊，给大众讲，对你伤害越大。啊，假如你真心改过，活力会加持的来。啊，所以面对自己与对方，修行是个人的事。啊，我不干扰障碍对方，但不论对方如何对我，啊，我们都慈悲对，因为我们是西方人呐、啊。现在呢，我们贵宝地啊，主要是在见性。假如你不能见性，你就输掉了。啊，假如我们今天在贵宝地，啊，难以包容心量，那我告诉你，你学佛不能见性。就像我啊，在超度啊，啊，找我人找就找啊，谁怕谁？我超这么多，不然这众生都没有出口再来。啊，我觉得太值钱啦，赚到了。啊，给大众讲，众生能离苦得乐啊，人生啊就没有白来了，没人懂的。啊，说难以包容心量不够，智慧难行。啊，危险啊，啊，造成啊彼此的伤害而障碍修行。像人家障碍我们修行，就是你定力不够了，没有人懂的嘞。啊，像我给大众讲啊，啊，像我们今天呢、啊、不修行来讲。啊，不要日子啊，一天一天过一天。啊，你能突破，对自己帮助是最大的啦。可以的啦。啊，水孩子啊，若遇得。啊，无心以待，啊，有心者欲不满啊，自己之意啊，波动起伏，嗔怒抱怨是常有事，也是修行去克服面对。像这个，每个人个性都有。像给大众讲，人道不懂啊，人道很可怜的。啊，人道需要佛法的教育啊！啊，假如你不是佛法教育，你就输掉了。啊，像我们这佛法教育啊，啊，一定要听，佛是宇宙准则。啊，他教你的。你那一脚不硬啊，对你自己帮助很大。
啊，像我们今天不学佛来讲，学佛要不要进行？要啊！啊，主要在改这个心呐、啊。啊，心啊，是我们身体的啊主轴。改变自己的来，可以的来。啊，当知世间轮回因果、啊，因缘呐、啊，啊，这个生灭业力中进行。这句话大家好像听不懂，像我们也给大众讲啊，这个日子啊，在我们香闻大师，我也希望我们的啊比丘、比丘尼啊能尽心。啊，我也希望他们呢、啊、访问多一点，啊，尽力啊去访问。像我跟他说啊，你看一直访问多一点，对你自己帮助最大的嘞。为什么？净化。啊，净化以后啊，给大众讲能医病的嘞。像我们叫做身心疗法了。啊，这身心疗法，给大众讲，用心改，你的问题在哪里？啊，你必须把你个性给改掉，啊，你才能够啊病痊愈。像你看到在空间里面呢，笨死了，你看看，我喜欢你也进去你身体，啊，我不喜欢你也进入你身体，像我们身体就像菜市场。啊，你说你怎么划得来？啊，生理啊，只要有激动就出问题了。像我给大众讲啊，啊，进你身体不是一个，啊，比如说你在年代，啊，你在明朝，啊，明朝这在这细胞里，一个行啊，明朝都能行的。啊，你在宋朝，啊，你一行啊，宋朝整个行。这个事情很严重，我觉得我们人体啊，不要去搞这个，啊，纯净纯善，什么都看好，把自己呀、啊，啊，身体不要啊生病，也不吃药，就把自己给撞倒了，可以的嘞。像我们啊。身体要想健康啊，啊，只有慈悲了。像我自己走出来，像众生攻击我，攻击，谁怕谁？我不怕的嘞。像我每个礼拜都在超度，啊，我的超度这么多，啊，不能不超度这么多，救不了众生啦。啊，现在工程都在进行的，没有人懂。啊，能够救一个算一个。像我们呢，今天来人道没有白来，很棒的。像我也给你们大众讲，包括比丘讲。只要你救众生啊，你再来这世间啊，众生就是你的贵人啊。啊，假如你今天害了一个众生，啊，你出来他就是你的仇人啦、啊。像这个因果，啊，很厉害的嘞。像我给大众讲，尽量去救，能救多少算多少。而且现在好处我也给比丘比丘。有佛做靠山啊，要冲哦！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。而且现在啊，我也给大众讲，不要有个性呐、啊，像我们心常有个性。
啊，又不满啦，又嗔怒啦，喜欢生气啦，孩子自己傲慢，其实这对自己伤害最大。像这孩子这傲慢害死的，两三个都一样。啊，其实头脑好得不得了。现在啊，生病了啊，生病了，重症附体才知道傲慢不行的嘞。假如他们那三个个性改了，我看都能开悟。很难改啊，啊，也不过二三十年后，这么难改。像你们这五六十岁、六七十岁更难改哦。而且呢，难改啊，给大众讲，对自己伤害最大了。啊，为什么伤害最大？众生就显了。划不来的嘞，啊，说当知世间轮回因果，啊，因缘生灭，业力中进行。像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业力给抓起来，啊，我们不想生病，啊，我们用这个身，什么都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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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你只要能够改，你就赚到了。啊，对自己要帮助很大的嘞。啊，做单子啊，世间呐、啊，啊，这个轮回啊，若为转业，啊，未见心情，啊，表示来说因果、因缘生灭、业力支配控制。但现在你们来我们国家，你们还是因缘果报的来，因为你没改啊。啊，像我们一定要改哦。啊，你不想身体病痛了啊，不想不能做主，要改哦。你不改不能见性的啦。像我们修行啊，啊，改心，而且带动细胞你改变，啊，他恨你的人呢、啊，都能改变的来。啊，修行面对业力的现前呢、啊，啊，正是突破前进，就好像我一定有错，不然众生不会找我。啊，面对众生，我会彻底的改。啊，能做无做无做无做做做，对自己帮助是最大的嘞。呀，也给大众讲啊，个性一定要改哦。啊，假如你啊个性不改，对我们自己啊伤害最大。啊，像我们常常啊，波动啦、尘肺啦、易怒，对自己伤害很大。真的，像我也给龙天护法讲，啊，像现在常人啊，任务也重大，像常人的任务也不用重大了，好。啊，我看到你也抓到重点了，我在问佛要怎么处理，啊，你要来处理我们这个护法，要回家给他带几个护法给顾他们。哈哈叫来恁顾着你哦，啊，这个都要顾的嘞，啊，这禅能法师这要的嘞，啊，禅能讲会使啦，没问题啦。伊你无听到，伊在讲你有听无？啊，我咧讲伊拢会听啦，哎，无叫韦陀菩萨啊，前来也安排也可以啊。那恁小顾着，无叫外口乱干嘞，要惊死人嘞，啊，安尼出去爱戴口罩有听无？台湾一天百几个啦，啊，也是修行啊，比较克服面对之事，啊，所以啊，有心者欲不满自己之意啊，千万不要克。像我们现在来我们贵宝地，主要是啊，找回自己啦，对自己帮助最大，
像我们现在也劝大众不要轮回了，啊，像您痛苦值钱吗？你看，哎，痛苦干了一款不？这个不值钱的嘞，打断一点，啊，对呀，暂时时间了，人为因果，啊，因缘生灭及业力之气，啊，以未转业啊，未转业前，所以要给大众要转业，啊，业整个转掉，可以的。像我业整个转掉，我现在都在超度了，我没有大力不行了，我要把这个比丘都拉起来。啊，不然你看看不会超度不行啊，这一定要超的嘞。现在有很多亿啦，哎，我超几落百亿呢，几落千亿呢。你我光想外敖的呢，我两个水的了，我都啊千亿啊，几千亿福利拿收去，我外敖的，我这水得好，一路啊超偌济，啊我咧。大地我都能敲给了我这个空间我都敲到云端哦，啊云端一嘞，哎眼睛开也无要紧啦，这哎云端一嘞还在讲你安怎敲，我都几落百亿来敲个福利金奖，大家拢往根去，无咧烦恼怎啊紧？我咧敲偌紧的嘞，要七条哦，这孩子讲伊要学，我讲你心量爱大才会学嘞，心量无大是要哪学？大家拢嘛想要学。你爱心量爱足大足大，像我真嘞，我咧讲我已经过大，我是西方人，我真唔敢冲。了有了，佛弟讲看你讲，我是几落百亿，我入去应该是几百亿呢？啊，千百亿的千百亿，千百亿的千百亿，啊，一直加落去呢。哎，大家拢一直求起来，还为坏事的笨手鬼呢，全拢是零呢。你看看我在超度，你才驚到，那不如啊，都這屍體啊，我一家掃光而已，整個都活起來，啊，大家頭髮都起來了，你看看到，你才知道真感動喔。我在超度，啊，這眼睛是在算什麼？你說而已，紅就紅啊，對，六百油就六百油啊，啊，不救這麼多人，哪有才調？哈哈，都哎喲，我跟你說實在的。所以佛弟讲，你咧超度惊多人，这心量，因为我来讲啊，恁一定爱突破，啊，那这样精神啊，一定爱超，无你太可惜呀，啊，我们在这边讲，咱们法师讲，法师即卖有听入去啦，啊，有听，哎，即卖法会袂歹，虽然讲有困嘛，食少啊，较无讲一直困啦，啊嘛较成长，啊即卖拢负责，我叫你叫负责。啊！啊！伊透早就人都地条都无没有背起，那嘛无在条。所以表示来说因果、因缘生灭、业力支配。所以你来啊，给大众讲，假如说你今天呢 啊不能改个性，你不能翻业，我给大众讲要听。啊，你不要再来我们这里啊，要医病。像我也给吴家靖讲，说你回去人家医病，你要给他讲条件，啊，一定要改个性，我才能够医有。啊，不像吴家靖有听我的，他差很多，真的有听的，啊，真的听进去啊，病都痊愈了。说修行者面对业力的现前，像你来讲，恁规家拢来吃较着，莫个大呀。我你也无你，无路啊啦，咱那边个破病啊，破病多门诊，但恁老爸破病在多门诊，你也看过啊，你的老爸甲伊的老爸拢看过，你要行这条路吗？啊！伊即摆等于什么病啊？你无要紧，谁来你医？来带你来医，免食药啊！啊！伊就心服口服啊啦！有你啊无你？你安尼来恁来恁啊来恁安讲者，恁安就听啊！啊！说修行面对业力现前，尤其恁邱家宏，我真介意。哦，人个党拢会啊来这里做主管，我好你讲你。对。啊，说修行啊，面对业力现前，啊，表示来说因果啊，啊，因缘生灭，啊，正式突破前进很重要。像我们现在要突破容不容易？很容易啦，要看自己来。啊，或是原地踏步，啊，或是退步啊，关键现在退步最笨的，没有，而且给控制，变成没有用的人。
啊，所以啊，佛退步关键佛啊，必须勇猛精进，拿出魄力比啊，决心面对自己问题。所以一旦突破成功啊，啊，能够往前迈进，这是考验可贵。像我们现在人体好不好改？好，非常好改啊。像我们现在主要是你自己要去突破，啊，找回智慧。像佛法很棒的嘞，啊，不靠人家自立自强的嘞，哎，我把就会升拿下去，啊，不靠人呐、啊，自立自强是修行应有的认知啊，所以啊，若靠人呐、啊，彼此有互动，啊，互动的污染啊，这么狭隘的讲，家人哎，我问题啊，讲其实自己要自己对自己克服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。像我们现在人道来讲，主要是安心的、啊，而且有出口了。像我们相关大佛师给大众讲，啊，出口很大的嘞，啊，能帮助人，又能消业障，又能自己跟众生化解，都可以的嘞。很棒啊！啊，所以啊，给大众讲啊，像我们今天呢、啊，啊，听经很重要。每句啊佛语的开示啊，我给大众讲啊，每一句啊，你也听进去啊，一定要改。没有谁救谁的，就是自己救自己的。啊，能够找回自己，主要是就不能生气了。啊，一生气你就输掉了。没有人懂的嘞，啊，所以给大众讲啊，啊，要来我们这里修行，第一个性要改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，啊，个性改了。啊，给大众讲一帆风顺。啊，看到人都要礼敬，对自己啊能提升。像我们今天跟着佛，位有则很重要的。啊，像我们修行呢是啊，这个一定要学到位有则，柔和自知，待众生苦。啊，给大众讲。可以突破的嘞，啊，主要在改个性呐，啊，所以啊，不靠人自立自强，修行应有的认知，啊，若靠人彼此有互动，更有因果及业力现。这句话好像大家听不懂啊，就好像我们现在啊，有没有本事救自己啊？假如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救自己，你救人呐、啊，啊，你身体啊，众生啊，你没办法自己救人，他会跳你身体的，没有人懂啊。伊外境也怕外境，啊，应急的话啊不啊，他来的是实现可以实力的时候啊，所以这个。啊，当要切记哦！啊，对方对我们所做的任何事啊，啊，没有任何一件事是应该做的。啊，这句话好像大家听不懂。啊，对方对我们所做的何事啊，没有任何一件事是应该做的。啊，是理所当然要如此做，当心感存感恩，就好像说我为什么要做？啊，很多人不懂的嘞。啊，应该要做，我们为众啊，我们也是众生之一啊。啊，抱怨自然减少，而能够和谐相处。所以啊，啊，甚至啊，真啊，互相成长。啊，才知道佛雷公
啊，你在救人，自己也啊救不起来，我在一起带众生苦，跟你的破病无共的。啊，当有定啊，不与对方的任何的念头、言行举止波动，啊，定须啊，经由修行方能够有起用。像啊，我也给大众讲啊，你有戒才有定啦、啊。啊，你假如没有戒，没有定的啦，这不能不懂的嘞。啊，戒律很重要，宇宙种子啊，很重要的嘞。啊，你要戒，啊，有定，能降伏魔怨的。啊，现在我们在讲这降伏魔怨啊，我也给大众讲啊，要听啊。像我们现在，啊，现在看我们抓魔抓这么多啊，魔界来讲，很多的嘞。啊，你看看，都来攻击的嘞。他不晓得他在造业、啊，我也给魔界讲啊。啊，其实魔界都没入，就好像现在你来我们的地球了，像银河系啊，很多来我们地球。啊，你看这三个大地，啊，还是海。还是溪流，啊，像你看的，在这澳大利亚，你也看到在高速公路旁边，都是魔种的嘞，很严重哦。啊，那魔种要不要说法？要，这是真理。像我们今天都在调真理啊，像佛的开始，它是真理。啊，能找回自己的。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，像我们现在啊，人道不懂，心喜欢波动，而且看不好。我给大众，你只要看不好，你不能翻页的嘞。看好才能翻页啊。像你们现在这两年听我讲经也看到了。我都叫大家出生中三根啊，啊，真正找回自己啊，都可以的嘞。啊，佛能够以啊慈悲心念包容，啊，智慧面对。那现在也给大众讲，像我们修行啊，哦，包容心很重要，啊，慈悲心念都重要。像你讲的没有心念。你不能救度，像我在超度，啊，你看，假如说现在我为什么叫他访问现前的啊，啊找我的，我超度这么多，我为什么要叫他访问？啊，所以我也给啊法清啊多打几张啊，重点都要给他出来，包括海泽法师啊，很重要，我超了很多的来。而且速度很快，像这佛在讲一念情，我能超无量无边的嘞。像你说空间的云端好不好移？你看我移很快的嘞。啊，这是你不在这里参加法会，你看不见的啦。而且速度很快，啊！我到银河系啊，啊，一粒一粒一粒啊，千千万万的啊，这个亿的星球啊，啊，我进去一念情啊，超很多的。像我给魔众讲，你要能量很简单了、啊，你看我们呢、啊，佛都在送能量，啊，银河系不要再抢，也不要再造业，啊，能够你看看佛进去。移民西方就可以了，像佛不舍一人的嘞，啊，大地救，像我也给大众讲，我抄多少啊？啊，先啊抄着中国，啊，中国很大的嘞，我现在千百亿啊，啊，在东南亚来看有多大？
中国人多，一千百亿，千百亿的，啊，香港也一样啊，在我们台湾，我也千百亿在抄的，啊，在古巴的图隆巴也千百亿哦，啊，在澳大利亚也千百亿的，在进入海底，啊，海底啊，千百亿哦，大地也千百亿哦，很快的速度的嘞，佛接好快哦。佛光一照啊，我一讲光照，马上啪，光照把它啪。所以现在我告诉你，啊，这相关大佛是不得了。啊，现在人家呢，你看外星球来看我们地球，本来是暗暗的，现在一看就光。啊，所以我给地球的总理讲，有当过总理。要来探访相关大佛寺，对你啊，给大众讲啊，对你的国家帮助很大的嘞。现在一天到28天，我速度很快的嘞，一练琴啊，整个超了。这个都要心练了。啊，像人家看众生这么多，众生这么多不敢杀，那你就不能成佛啦。啊，众生越多的地方，你要超度。啊，你要成佛，现在佛会讲我是佛啦，啊，再一直超，要超的嘞。啊，只要有我就超。像那冰山，哎呦，整块冰啊，都压了魔界的，我也超啊。像那轨道，哎呦，轨道跟地球啊一样啊，好多匆匆忙忙的嘞，啊，我也超啊。啊，地也很多在哀嚎啊，啊，我今天也千百亿的超的嘞。像我现在要报仇的人给你们讲，不要报仇了啦，啊，那都是个性啦，啊，你报了这个，他死掉，身体死掉没用，你给他们身体都好起来，啊，正做很多事，有没有道理？一直报也不是办法。像最怕就是老了，现在你们都不老啊，回去呀要不能老，老就完蛋。啊，耳机要戴了，反正了没有事就赶快戴耳机，很重要的嘞。现在附体太多了，啊，无孔不入的嘞。当有定啊，不以对方任何的念头、言行举止波动，仅有起作用。像我们现在也给大众讲讲，这世界都是放化的世界。啊，都是轮回，不值钱啊。像我觉得我这一生很值钱，我超度非常多的，要听哦。啊，佛法很棒的嘞。啊，主要都是改自己。啊，所以我们也知道，在虚幻世界因为的轮回，让因果业力得以进行。啊，这个现在我也给你们啊。比丘是重点，身上重点讲啊，是不要再讨报了啦。啊，像我们现在可以带你去西方，啊，假如你先出来到法净土，不要在人体不好。像我也给比丘女啊，是重点讲过，不值钱的来，划不来啊。像现在你看到我们世界第一的活下来了，老师就坐在这里啊。每个人都可以化解的来，啊，你要什么我们都满你的意，啊，你很恨你啊，他以前害你这么多，我都可以还给你的来，啊，这个意思好像大家听不懂，你看人道是不放化的，啊，人道一死掉一样也带不走，对不对？可是人道造了很大的业，有没有看到？那是不是对你们很伤害啊？啊，你现在死掉就一条灵，
啊，你就是要报仇报仇，后来当模具。啊，你说你怎么值钱啊？啊，我给你打开啊，你一毛不值钱，没有嘞，没有人懂的嘞。啊，所以啊，还是找回自己本来你可以当佛。啊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，不要再当啊魔了，当鬼，当幽灵。每个人都成长，你看现在，你看看我们在绕地球，啊，银河系的魔界有多少？啊，宇宙魔界有多少？有没有看到？样子都变了，啊，都穿着袈裟，有没有看到？每个人都在绕地球的嘞。很重要啊！啊，所以给大众讲一定要听啊！佛法非常的浩瀚，啊，只要你能改，魔众能改，啊，佛不舍一人的来，佛不看你过去的来。像你看现在人道来讲造业这么多，啊，都过去了，佛不追究的来。啊，叫自己好好找回自己啊！这个啊，佛未能够以慈悲心量包容，智慧面对。啊，彼此乃是抱怨却造成伤害，两败俱伤。啊，在虚言里，你看，搞了自己啊，附体一大堆哟。像我们全世界相关大佛寺是第一的。很棒的嘞，啊，说孩子们，啊，虚幻世界因轮回而让因果业力的进行，但考验现前正是摆脱啊机会，所以啊，否则进入了轮回啊，相同的状态依然是因果轮回中不断的出现。这句话好像我有讲很多次了，可是大家没有听了啊！就好像我们几百世啊，这身体都有在你身上啊，只要你个性不改，它就一直苏醒啊，你身体就生病了。啊，像狂风哦，身体出问题了。很严重的嘞，啊，说轮回是啊，如是孩子们，啊，在降魔大佛寺，好好的啊，对自己精进很重要，能做无做无做无做，像我们在这里啊。啊，全世界第一的救世团队，啊，救自己啊，身体是啊，科技的科技，可以的啦。啊，像我们的身体也给大众讲啊，啊，自当自省啊，像没有。佛开示不懂，现在佛开示给大众讲啊，苏醒找回自己，对自己帮助是最大的。啊，找回自己。像我们现在主要在听经呢、啊，像人道。清楚看啊，每个人不快乐的很可怜的。非常可怜啊。下来我们的相关导师可以转业。找回自己的。不然你看看啊，每个人
给大众讲啊，像狂风暴雨啊，啊，狂风吹啊，狂风吹要吹一切烟啊，如此近如回时常之四海长啊，狂风无情啊，像现在啊，你也看到每天一天一天的过，这天气啊，你在我们这里才看得见万变的嘞。像在雨神风神，昨天晚上刚刚给你下个雨，他也要洗牌位啊，都要求超度的，没人懂啊。这个给大众讲啊，每个人都是带业力来的，每个人都带因果来的啊，我们可以止住的来，我们不要因果啊。看到人家生老病死很可怕的嘞，所有自当啊，清醒啊，啊，此一刻心自当清净，专持业轮呐、啊，无随风起，就要在人家一动你就起，一动你就起，对你自己伤害很大的嘞。佛法非常的浩瀚啊！啊，像给大众讲啊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。只要你听话，把自己错误见解、错误行为改了，都能见性。像没有人救我们的，自己要自救啊！啊，我们的身体啊，我也给大家的。科技的科技的来，啊，给大众讲，好好的净化自己，晶莹剔透，找回自己的来。啊，像我们现在啊，在外面污染容不容易？很容易，也不懂啊，也没有定啊。不晓得这身体啊，啊，要灵性的提升，灵敏觉知的来。像我们现在啊，身体在用，给众生给用处。假如你能够灵敏觉知，自己用自己的身体的来。像我也给大众讲，人没有路了啦。啊！你不改身体啊，众生苏醒，你就要生病。我给大众讲很严重的问题啊！像人可以不生病的来，啊，一生病你就输掉了，啊，不能尽兴的来。像我们今天呢、啊，一生病呢、啊，众生多，就不能做主啊。像现在，啊，身体还好，赶快听经，赶快改。先改了，百病不能急的来，不会进来的来。啊，众生都在你身上啊，我给大众讲，要听我。啊，不要去造因，啊，对自己帮助最大。啊，只要你造因就有果。没有人懂。啊，所以给大众讲，自当啊，自心当行，转业啊，业轮。啊，这个一定要转。像我们现在佛开始啊，每一句都经言两语啊，能够把身体净化，对自己啊帮助很大的嘞。